我的满意100名，你就100名啊，前十之下没有区别的，我们要有志向，要有远大的目标啊。你记住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前十之下都一样。好、啊，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，我不想听。这太神奇了，六人物你已经很强了。我想象吗？但是没有90.9的胜率的稀释，人家你的悟性还不足，你差了那么一丝顿悟，懂吗？如果你无法顿悟自己，那就永远不可能突破的。我不想听，我选择沉默。没必要听，沉默是今晚最后的康桥。DM 是什么感觉？轻易啊，轻易！我跟你打了整整一把游戏的双排，难道你还不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啊，就是那种毒贩大盗，回首望，眼前一片凄凉，身后一。兄弟们。你可能见草木枯萎又繁衍啊，你们可能见草木枯萎又繁衍，见过吗？没见过吗？没见过就对了。你是不是有点磨得？如果错，如果他连你磨得很真，那就非常的难受。到了吧，隔壁打哭打自闭了，可以理解。如果我也是还原哥，我也会自闭，哈哈。